早餐也是的 Lamplight Cafe， 然后这是应该是个 Lamplight Hotel 吧，然后感觉是文青会喜欢的一个咖啡店，嗯，咖啡很不错。今天的行程比较不会跑去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圆山站，我们先去北海道成功看一看之后呢，然后在附近可能再找一个地方晃晃，因为今天的主要行程应该在吃上面，所以我们中午可能会吃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吃螃蟹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呢，我们终于订到那个羊肉烤羊肉吉吉斯卡，然后我们订下午4点半，因为今晚全满了，所以今天应该会超幸福的在吃上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到了北海道神宫里面了，有雪的感觉就跟明治神宫差很多哈。雪中是这个 cheese， 没有 cheese， 一摸摸 cheese， 嗯，哦，嗯，还不错，thank you。好了，那我们逛完北海道神宫之后呢，我们下一站啊要去圆山动物园看看。我们现在刚刚吃完这个螃蟹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北海道大学看看。终于知道成吉思汗的，很开心哦，开心开心，对，超开心的。这个，嗯，哦，好爽，哦，耶！